李公公替皇阿玛来传达密旨，只说让我亥时一到就立刻去找他。我去了才发现皇阿玛已经驾崩了，恐怕这一切都跟楚卫有关。八哥，请您立刻派人给十四传信，让他以最快速度带兵回朝，这宫中恐怕要有大变动了。既然先帝把遗诏交给本宫，那本宫就必须先帮先帝完成他的遗愿。只要你做了这件事，额娘便昭告天下。什么事？本宫要你杀了十三夫君。你的意思是让人相信弑父篡位的传言是真的？或许这就是事实呢。我们现在最需要防备的就是他们利用口舌舆论让流言甚嚣云上，到时候四哥就算有即位的遗诏也会变得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以讹传讹真的很可怕。我听说这传位的诏书上原本写着传位十四皇子，天笔画勾被改成传位于四皇子。